我现在为你介绍这只是刚刚被弃养的一只猫，它三月被领养，然后今年一月被弃养，所以大概领养了四个月。目前它年纪大概是一两岁，然后有跳蚤，破款，听一下，对啊，补了，又补了吗？哦，然后刚刚又找不到，然后目测大概是。是什么舌头、啊？七公斤，大舌头、啊。然后，还个性还蛮好的。然后，左边男生，结扎的。然后，他的名字叫做大舌头，所以年纪两岁，男生，结扎的，还蛮乖的。好，今天刚被弃养，你看现在有点害怕。你是惊啥？生奶未使，因为惊。海涛，我这边奇怪，我看你就惊。我这边，看一下，也有那样碎一点。好，橘子，好，大舌头，大嘴巴，大舌头。我的伸舌头。好，大舌头，好吧。